应该是63.6进指挥了。16号房间。晚上你好，白鹿8353。36吧，地面十二高塔，定位3大洞扔掉。谢师兄，695栋，我这有一小块稍微激动一点点。激动。往左边转转35度，一会儿就转过来了。最后绿油灯，同意让我进去吗？好嘞，让我进去吧，师傅，695栋。看腰管50大吧。就是115，白鹿353。所以那就是11拐5。啊，11拐5，白鹿353，指牌好不好？不好，12栋点35再见。12栋35再见，不好，433。